各位阁员议员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哈。这节课由我们台南州蔡朝鹏蔡知事演讲，请掌声欢迎。喂，哎，各位未来要来执政台湾的政府官员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昨个投票结果到底是民进党赢，还是台湾人赢，也是啊？我跟你讲吼，足趣味吼，阮昨前这个代志讨论到这份，有结论无？有。咱来思考哦，这咱爱面对的问题，投票的取向。产生到执政的结论，伊有足侪理由，但是甲咱台湾民生有关系无？我较会知影是这方面咯。恁敢有得到消息，就是美国要求咱要做盖洛普的民意调查，有啊嘛？哦，盖洛普的民意调查内面拢总有十二条，这十二条我看看，咱绝对袂及格。我烦恼三日啦，我拜五来啦，啊拜五暗阁随转去烦恼，今仔阁来。啊，这四人吼有投票犯靠这当今吼，拄好昨吼无去投票，无去投票，互人逼要投票。伊讲啊，你较早都捌选举过，即摆也无去投票。我较早戆戆，即摆巧啊，你知无？迄个投票的取向啊，是依附伫中国。国民党也是中华民国迄、那个流氓的政权的下面，产生着民意的假象。中国国民党啊，美国讲这是台湾著名的民意，伊同意选举，啊，我选你啊，所以我要执政。一直甲美国要求伊要就地合法，这就是长期投票，予咱台湾国际地位。未当提升上重要的关键，你大家想看卖啊？中国国民党当时若要选举，台湾人要求美国军事政府来占领，哦，迄、那个局势绝对无同。中华民国要选举，一定有几啊种步数，较侪岁拢知影，少年人唔知影。一定透过亲友用分化的派系，一县市内面拢该分三种派系，乌派、白派、暗派。你做县政府来，你做议会，啊来来你做农会，农庄因在会，嗯，爱做有影，要贪污拢归官。我甲你讲哦，因是用怪手咧砍，啊变也是用汤匙啊尔，啊汤匙啊煞揢袂牢，煞落来。差遐济，啊！这是安怎？这人伊会晓通啊，想法就芳，会晓通啊啥？官官相护，所以迄个选举基本上有扭曲着人性。你甲想，你里内的里长，若有你的亲人咧选，伊甲迄家伙仔就歹个啦，毋是选了就煞。我甲你讲哦，就歹个吼，伊都落观察，你甲拄啊袂歹啦。嘛，这中国人的思维啊！中国人伫遮统治69年，今年要70年久啊！伊长期遮教就是安尼嘛，人情义理嘛。民主甲人情义理是无共个了，大家有清楚无？美国、英国，甚至日本，人咧选举敢会像咱安尼？日本咱要晋升。顶礼拜甲宣布解散众议会，有无？伊是多数呢？自民党的议员伊是多数呢？伊有法度甲解散是安怎？迄、那个原因是因为自民党的众议员无法度100%支持安倍晋三的军队扩张的这个议案。多数还阁无完是安怎？
伊讲日本已经战败，惊着。迄、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和麦克阿瑟甲伊受骗，迄、那个惊着。啊，惊着了后，一方面，大家人拢安于现状。即、這个安于现状就是，你有钱通赚，有饭通食，安稳过日，你无想要搁再扩大你的武力，扩大你的势力。世界的人拢安尼，有人讲，你有咧人烧酒，招迄个啊新闻正常可能讲，啊中共敢会煞有无？100%有听到这句话，中国啦，中国会帮你煞袂安尼？你若有用功去做一挂资料的话，我该保证，中国伊唔敢用武力来遏制或者是来要夺取台湾，唔敢。30年，伊伫烟花发展经济，因遐个人的钱，赶第二代的钱，拢回去伫美国，包括嘛二奶村咯、唔是官二代尔，二奶村咯。恁咧笑，恁是嘛看到新闻啊？敢是？规旁拢二奶，包括生囝嘛，伫遐生哦。有无？有啦吼。坐回来，拢台湾人去遐开的，拢中国的少奶奶、二奶奶、三奶奶一大堆。哎、中国的基本上这官员贪污，管理了后贪污钱，放给第二代，第二代享受。我想，我的判断啦吼，习近平的管理袂放，美国甲讲啥，伊绝对做啥。伊管理若放，伊这是违反国际公法。安尼，你习近平要下台，你敢袂看你习近平下台？习近平来下台就免贪嘛咧，对不对？伊甲讲的嘛是安那，我来让步。比如讲，我举一个例，南海岸有无？中国甲越南为着石油钻探的代志，越南的人去用手术排华，有无？包括台湾人去伫遐建厂的，嘛去用讲甲明明白白，有无？其实因是认对的啦。因为咱生做拢相共，你听下无？你若生做一个较白面的，伊就袂甲你讲，也是甲日本人袂甲你讲。越南基本上是足支持日本的，较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啦。你敢听下我咧讲意思？就是讲越南是胡志明做总统的时代，就留下了对台湾、对日本非常的友善，因为伊是台湾人啊。胡志明查起来是苗栗，啊那无是关阿尼个人啊。日本时代就走伫遐，是安那中国伫南海岸赚赚一年外，开遐侪钱啊！美国甲讲，你爱依国际公法，你爱撤退，伊就撤退，乖乖啊撤退。第二项，最近伫南海要吞土，要做机场的，迄、那个 V 字形呢，伊叫伊袂使搁再施工，是安怎？即卖国际间，唔是讲中国伊13亿个人，伊个经济偌大，就会说了算咯。一旦战争若起起来，我甲你讲，上海、深圳、南京、北京，我甲你讲，迄个物件已经高度文明起来、物质起来啊，拍落绝对死了了。迄个经济泡沫化的，因即卖赛的车。官二代、富二代塞的车，一架车赢咱车赢偌济？大家人塞咧出咧驾车，你知无？因为经济已经成长到安尼啊，伊感觉搁要恢复倒来原来。我即摆请问大家啦，你即摆莫坐高铁，莫坐轿车，你坐牛车你买无啦？你买嘛？文明或者是科技不可能倒退，叫你莫穿西装。换穿台湾衫，啊！若要关系，你安怎做？你无定袂。讲文明、科技、发明的物件向前行，无法度倒退。咱无法度恢复，等于较早的生活。啊，要安怎？只不过是为往下前进、往下进步中间，你思考第一点环保的立场，思考人类应该有的人性的迄个物件走出来。比如讲，这个土地当时会灭的，气温会升高，
海岸线会上向前搁进去要一公尺，温度会升两度，对于整个地球的气温，整个地球的未来会变化偌大，这是人类爱思考的。出这方面造成，唔是单单工业啊。我上爱讲的是，武汉肺炎的过程上主要是啥？上主要引起到气候。迄、那个臭氧层破坏，其实不是工业，工业占三分之一尔。上主要叫做啥？甲烷，动物的屎啦。啊，你敢听？这是联合国在2010年10月所做调查的结论。所有在地球上饲的动物放出来的屎，有法度影响到臭氧层破坑。迄臭氧层破坑呢，伊无法度分解。空气中的东西，它那个温度的升高，温度升高，我们就四季不调，就是这样。啊，这人类造成的，这不能怪天啊。较迷信的就说，哦，啊，天公没保庇，玉皇大帝基督耶稣没保庇，对吧？有哦，有保庇是保庇咱民政府啦。我给你插一个话啦，齁。基督耶稣听讲有来讲啦，有来支持啦。讲台湾民主要执政，你敢捌有得到这个指令无啦？牧师，你牧师啦，有无？我有听到讲有啦。啊，所以出一个牧师来啦。啊，听讲最近嘛有迄落一贯道遐有来啦吼，所有宗教拢总通灵啊啦。啊，你真个唔知哦？哦，安尼你退步啊，你退步。我难拄啊是啊，咱秘书长摕一张片我看。这些人客来，专工客来，啊，那边有毛不下呀？伊讲顶头这些啊，每年要执政啊，啊，讲叫咱，伊讲安怎你知啊？伊讲唔好40万换一块啦，讲来40万换一块吼，这下可怜的百姓吼，一财产都无去啊，啊，无要偌济，伊先写讲10万换一块啦。啊！一个话一个是咱啦，这个无形的是咧替无来入来的人，伫咧清命啦，对不？啊，我是讲吼，这其实免烦恼啦，咱无见得恶疾啦，对不对？是即摆咧甲你讲，你赶紧入来来成就台湾民政府，互你应该有福利啦，是咧甲你讲这样啦，对不对？那想着讲，伊一个月赚10000，欠400万，我欠偌久？你都甲换都10块。我家己收着嘛，我嘛看觅我做袂落，你听无？恁遮有诶有军售啊，历史诶军售啊，我是讲啊，你若换来，你隔工你用欠鸡卵，我无骗你。我石头都头壳破呀，石头。所以我是认为吼，我诶做法啦吼，我伫做军售诶时诶做法就是讲。我有义务与责任告知我的亲戚朋友，我的邻居街坊，你爱有义务甲伊讲，要听唔听伊个代志。但是以后会收养，你有伤未本，你用录音，你用手机啊录起来。我即摆甲你讲哦吼，啊你个参加民政府有偌好偌好，啊无参加偌歹偌歹。记录起来，林刚，你看你一个月领18万，看你坐面子的600在上班。啊无无坐啥，无坐类似事的无。哦。啊！你一个月领18万，恁老人年金领36000，啊！因无通领，伊会甲你骂下哦。人的心会骂万道理，讲你若唔敢讲，伊讲我就甲你讲啊，对无？咱即摆讲到中国这个问题吼，所以你唔惊吓啦。咱即摆较要紧的是美国的态度。我如果讲过就是讲，这边的选举，台湾。政治版图彻底改变，改变的背后的因素是啥？咱拢无去算啦吼，你甲想。其实，马英九是安内乱，马英九大家在跑步是安内乱，伊毋是跑步得个优越呢，伊要去平潭岛来优越呢，跑步走袂过呢。我甲你讲吼，我其实我查明吼。我伫半年前啦，你若看到我演讲大，恁就应该知影。半年前我就预测国民党大败，你毋知捌听过无？龙岩大有，
我讲今年甲五年太阳化系紫微斗数论相告，国民党大败。我当时安尼讲，我讲咱台民政府有法度伫即个时阵四成的搞无，那有咱谁执政？迄、那个局势安尼，我结果咱无法度搞，无法度搞变喏。民进党大不国民党大败啊！大败迄我甲必须讲，我半年前直接讲的演讲大有啊。迄、那个就是伊为白输到尾啊。是安怎会安尼？恁有去想这个问题无？哈，莫讲是电信的油，迄是一个上近的导火线。迄、那个会引起到所有不管是哪里，你对这个政府的政策的不满，因为这跟咱的生活食品有切身的关系，每个人都反对。这个时阵，你国民党用钱买票买袂行，台中吴志强一票买2000。有效无？同款输20多万票，对吧？连胜文，你敢看？伊敢会无买？有效无？无效。人小我觉醒啦，哈！连胜文输15万票以上啦，输15万票。当然你，你会讲迄个中华民国的歌，这个时阵会出错，什么皇民化有无？吼！甚物是咱是反民的后裔？啊，这是无唔对啊！但是一般的百姓袂当了解啊。咱即卖的民调啊，盖洛普的民调内面都有这个哦。讲咱是日本的台湾人哦，日本台湾人哦。啊，说台湾人会接受未？我咧烦恼是讲，民进党气焰高涨起来了后，台湾人要要求主权，要求独立。也太阳花是小英自由会下面一个组织，迄、那个在指挥太阳花，迄个是中山大学的社会系一个组长。较早我咧武运动伫阮遐，我顶个月有甲伊见面，我用台面就甲伊讲到我两个小样，伊唔敢甲应啦，一直听我讲，听我讲也要食饭啊，我好你食饭。讲落就相仰就对啦。那讲到这啦，因为今年讲，咱也都比较惯，咱也日本惯，较讲到这个问题。我讲民进党在讲，领土主权甲自民主权，依据联合国第73条宪章，第76条 B 第77条，拢总讲到各民族你会当独立建国，会当自民主权，但是所有的法令拢无适用台湾。这是咱台湾民政府伟大发现，那是会当用联合国宪章讲台湾会当独立建国，阿扁也早就做啊啦。是安那袂使？收官真伫人个手里，你也袂敢买啊？你要干啥买？人唔买你啊？美国军事政略战略中。阿扁啊，这八年是有够衰的衰，迄时着国民党长期甲国务院、美国国务院长期的交接，武器的交接，重要生理部的交接，大家议议天真。你茫看美国人袂贪呢，嘿，伊是贪了足有机卡，因是合法的贪尔呢。回归是合法的，我讲一个石油，你咪听下无？石油买是合法的，好回扣 commission 是合法的。咱中国石油公司，因中国石油公司啊，咱是台湾啦哈。中国石油公司去买石油，不论是机会、现货，一趟回馈偌济，好买 buyer， 我来买的人一趟偌济固定的，伊用算趟的。啊，这钱呢，伫。在外国是等于回流等于因公司啦，那在中国，在咱台湾的国民政府是回等于总统府，回去总统府咧做外交用，外交要创啥？甲众议院、参议院的国务会议员咧做影响着台湾的决策。这是中华民国的政府，阿扁也执政同款。阿扁的，但是民进党的，但是我爱真深啦，吼，包括伊坐飞机。讲两国论，一边一国也袂当落，你比也袂当落，这拢是民进党内面自我
感觉良好，伊即卖较后悔。啊，变啊！伫2009年9月23日开一篇记者招待会，恁若有看见证书，第二册有。伊做8年啊，伊才发觉伊是一个美国军事政府的带领者、带领者。伊写批要移审军事法院审判，伊讲我陈水扁伫对一年生出世，我读到台湾大学。啊，考过历史、执行历史的业务，做过议员，做过立委，做过市长，做过8年的总统。我足认真为台湾人的建设、台湾人的生活品质在打拼。但是我发觉我咧执行的时，拢是你美国咧指挥。AIT 就甲会当个指挥啊、哦、！AIT 是一半官方，一半民间组织，虽然是明的是。是迄个官方总统直接指挥，但是伊伫遮讲是你咧办签证要用的。BAT 的官员就甲阿扁也讲，你四不一没有，你袂使宣布独立，袂使宣布建国。阿扁也是迄两粒电甲要破，你知唔知？我好不容易台湾人呢，台湾人的子孙，我要出总统呢，我要宣布独立，袂使。伊啥也袂使。这个土地不是你住民自觉说了算，不是。这个土地要搁伫美国军事占领中，秘书长去发觉，这个土地啊，可是日本天皇的所管，所以咱因为出国了后，真相发现了要安怎？我甲你讲，国民党惊着，民进党惊着。民进党先派人去甲美国讲，2010年，萧美琴先去讲，伊讲你美军要美国军事政府要倒来台湾统治啊，安尼我要就地合法，民进党要就地合法，美国甲讲不可能，因为伊是2011年，咱是2009年的个赢，美国甲讲唯一合法就是 TCG 台湾民政府。爱皮啊，帮我就要回来。回来了，换这个做招楼的这个小马哥。啊，以前在招楼，以前要招楼啊。伊就第二任开始就要招楼啊，因为第二任了后，2012年，伊就这个时，美国甲讲你袂使对中华民国的国旗宣誓，因为中华民国已经伫世界上无呀，所以甲变作一个国旗，你拢看到嘛，哈。变成这个国旗，用这个国旗去给美国要申请台湾民政府，不好，你不是台湾人，你是中国人，啊，不会安怎？叫王金平，佮叫伊人去申请，嘛不好，啊，不会安怎？撤返咱台湾民政府的人离开台湾民政府，美国上激进的是啥？是你发台湾独立。所以去年有4.25的叛变事件，引起美国发台湾独立，咱查实出来，规只船拢变皮啦。美国人讲，我政权要交乎你，你甲我发独立。所以咱从去年4.25即卖，美国无一角银甲咱补助，咱足可怜呢。你敢知影恁在遮上课缴的钱，秘书长讲啊，我也摕袂到啊，我摕袂到，较毋是我借的。伊讲啊，来遮大遮食啦，啊，着加减拨出来广告就通开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想嘛好啦，咱较欠的好无？必须你有讲过一句话，恁只要来互民政府成就，伊拢会报答你啦。我甲讲吼，福利着较好个，这4000个吼，这4000个是真正用顶啊费去吹。用一斤的，一斤一斤安尼呢？恁有恁家己无感觉啊？恁家己会来，敢人举锤啊，甲你压来呢啊？对不对？恁嘛听着讲是要救台湾，是要让咱台湾较好嘛？对不对？凭一点的心，是不是应该让恁福利？对不对？我拢定下讲吼，你若诺贝尔奖得到迄条，给出来不是？吼，我都有影，啊无你。
你也家己吃袂遐济啊。我是讲是真正是咱四千个吼，实在是真正应该爱有。你若想讲即摆食是动员啦，哦啊你爱来啦，创啥哦来来去去的迄种，我也是甘心啦。我定甲必须你讲吼，吃的人实在是真正咱真实敢那坐港只准落来安尼啦。我定安尼想啦，讲吼，我们不同的地方，然后有共同的理念，这个就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因缘。我是感觉这个因缘呐，这个因缘大家珍惜啦哈。来讲，你来到民政府了后，执政了后，无论你是退休，也是将交棒给你的下一代，我们就好好的做，唔忙搁再和台湾伫国际地位搁再无名去安尼啦。你的任务足重大，咱即摆讲到等下民进党。这边的大胜呢，对咱有影响无？台湾人普遍的感觉，伊是讲伊是台湾人，伊讲这地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不对？99.9%拢安尼讲了，除了上过法律啦，无袂清楚。啊，安尼咱要安怎？咱这个时阵可能是为后尾摆去，咱要用心去宣传。宣传就是报纸伫月底要登，登讲。咱一月初开始，咱的身份证全世界通用，咱的旅行证件伫五六月啊嘛全世界通用。即、這个，迄个时阵那旅行证件可能有较难，但是咱四月要做民调，四月盖洛普要做100万份的民调，这段时间四个月短短时间要来宣传，所以我是唔忙，咱今仔去在座300几个人。你对你要用心想一下，要安怎甲人去传说、去叙述我们所接受的法理正确的观念？你拢爱有任务，你拢爱逐个人，你做成小蜜蜂，你拢爱去共讲，因为伊是分州、分各州去抽样、抽样去用。你若是咱的民政府的主张，想少人知，我甲你讲。咱的威严本去，你知影无？这是已经上好的哦，上好的结果。美国国务院是讲民意，但是国防部支持民政府的人是讲，民政府跟军政府咨询的要件不设民意哦。这是咱的建军书第四册写到足清楚。不设民意哦，就是讲军事政府是执行伊战胜国的义务甲权利，伊依据占领法，伊爱伫咱这个所在找人来订做公务人员。第一点，第二，伊爱筛选、爱检验、爱鉴定，就是咱即卖咧考试上课一个过程。安尼，我们去接政权。In some case， 有需要的时阵，有可能甲以某一种政府的机关丢掉，咱唔免遐济，咱的预测是要100万的公务人员汰掉，即摆20万的，咱要用10万的就够。伊是安怎汰掉？就是无需要啊，重叠性的，或者是讲，因为这个公务人员无要效忠台湾民政府，他还是有旧思想。中华民国政府，安尼基于政治与安全的考量，我们可以把它辞掉。这是建军书规定的。以后在座诸位就是做工课。你茫讲咱是去做官员，是政务官，咱就要办公呢。我甲你讲，我真正不要办公呢。无你即摆派伫干部局，无你会晓画图呢？哈？这老话是要怎画啦？对不？你伫民政局，啊无你会晓做啥？咱会晓做啥？即马开始，这个月开始，就是要教咱伫专业上，至少你要有概念。你伫民政局，你要清楚民政局咧办啥物业务。你伫建设局，你要知影建设局要创啥，基本的概念你要有。你下骹的人，你来甲伊讲，伊才会听嘛，袂伊甲伊笑啊。啊，若是盖洛普若输咧？本来这个月12月，国民党和民进党就要招咱谈判啦，无必要，美国要敢逼咧，
对，哦，你这股水。啊，但是哦，但是爱请伙伴呢，爱请伙伴，爱请伙伴呢。一信哦，爱50万美金，我换做代表30千5万，那个给31个，那个给。我跟你讲，这拢有讨论过啊。嗯，即马唔免烦恼遐济啦。等老机会，后尾拜啦，后尾拜就第一波因个谈判的人就来啊嘛哈。谈判的人来了，就是说11月29号之后，台湾的选举的政治板块，台湾著名的是 People on Taiwan 的意向，跟 People of Taiwan 的意向的抉择，美国要带来什么讯息？安尼俩，国防部是200%、1000%支持安尼啊，但是。客人的钱吼，无论是对一种精人啦，人精无论是黄的、白的、乌的，拢同款。客人的钱手拢会特别软啦，敢毋是安尼？国民党去讨的上敖的啊，迄种红包文化啊，红包本啊，红包啥一大堆，有无？迄个文化都一定的啊。伊即摆钱说的，也是讲我该买武器、花裤给你啊，啊，你着爱讲阮国民党的话啊，因长期配合啊，利益均沾啊。这代吃了吃后代，啊，无伊哪有遐济钱？廉价哪遐济钱？廉价遐钱毋是赚的哦，我甲你讲，伊个钱是日本人个哦。当时接收日本台湾，连振东伊去输着肉油啊，肉油啊了，就遮济钱啊啦，啊遐钱送去台湾的台干啊，哈。台湾伫迄个叫做台湾的西海岸，伫遐一手爱迎接清朝的潘生的当爹来呀啦吼，遐互恁承诺强。你若做较大个，你总强。啊，第二个庆伊庆春呢，伊总扫土地，啊，你总扫股票，啊，你去扫啥安尼扫着股票迄、那个。伊死了后的遗产要搁30亿啊！我这拢有所本哦，你唔要讲我现在讲讲的哦，我甲现在讲讲的用过，我是无查出来要甲签名了哦。啊，连前因阿因老爸啊，叫连振东对不对？连振东当时是民政省政府的民政厅长啊，伊扫了啊，做民政厅长啊，要搁要求要搁咧查讲日本人留落的土地。咱的台湾的先民去给新租的官，伊要要规划拢旁安尼。伫台南的7个八门将军，遐拢总有800家拍盐的盐田，还佫有摕到日本的资料，遮大份。连振东我拢签名上写啊吼，伊即摆死啊，伊要过嘛，袂要紧再减毛遐啦。伊摕这批资料，啊要求伊的下属给烧掉。伊通啊，规个拢要总好伊就对啦。即卖伫北门7个将军遐拍盐的遐780公顷啦。啊，即、這个人呢，啊，拄好死毋死，因的地都伫遐。伊较闲啊，嗯，啊，即个阮的祖先啊，日本人做咧拍盐的啊，啊，阮有租单啊，若3500，我买当你啊，会当你啊，对不对？放你啊，伊拄啊甲收起来，无收伊。啊，无烧会变喏，伊拄好石头路，石头路一个坑到偌久？坑到李登辉第一遍选去总统有无？啊，我吼，我一个武环保的都去伫将军伫武因遐个将军溪清流运动啦。我着反正台湾有环保，我逐位去啦哈。啊，所以郝柏村讲我是环保流氓啊。我甲讲。恁爸也无去骑工程，我做流氓，也无食你一顿饭，我做流氓。反正因这军头的心理吼，反正就是看咱安尼就对了。啊，我这个朋友吼，就迄个将军溪啊，造成一片的迄个自救会起来。啊，起来了后，因家讲，嗯，阮有这个土地要来定情安尼。啊，我这个朋友迄个李登辉徛台做选，伊叫做陈秀贤，你唔知捌听无？上网去查伊名就有啊。伊是3年前伫中国大陆死啊。一个中风死啊！迄个郝柏村甲逼一个走去伫中国大陆，啊，唔敢回来。
啊，即摆就伫遐舞舞舞，啊，我就去开始开始舞啊，就开始登情啦吼，啊，找李登辉讲，李登辉讲，李登辉算系有良心啦，但是伊良心差不多一半啦，伊迄一半就是台湾地位真相无讲。即个我是主张啦，民进党执政要审判，现在审判这个李登辉啦、萧万长啦、陈水扁啦、李秀莲啦、马英九，即种要审判啦，总统要审判啦、啊，哎，审判了我们特色啊，咱特色啊，无九十岁啊，你未使甲鞭刑啊，伊一个一个来哟，迄个伊心中有神经啊，你唔多要安怎？即卖。李登辉个答应，他讲好，我当选，我这土地我承认安尼。伊一个当选，干那迄个，这个公司个公文啊，安尼行去行六档，六档还无出哦，得去遐作业，得去查，查到出是三年前才出啊。土地有领着啊，按照以前。民国三十六年，1947年以前的广告现在甲买，迄撮俗嘛吼，800多家拢兴哦。咱的祖先啦吼，伊会惊去继承遐土地，三年前拢领到土地，啊三年前领到土地，啊阮这个朋友死伫大陆，啊伊纸头无买啊，无义啊，啊我投资伊啊，我出钱投资伊啊，啊伊无我也无啊。不够会啊！我无半项啊！我是讲要来拍一下，也无半项。这人哦，福气吼，较财运吼，拢做好个。怪吼，我开始忏悔了，我无迄个福报了。所以吼，过去就是安怎嘞，拢去结国民党吼，啊，得失掉一大堆人，你听无？咱爱随顺众生啊，你听无？袂使去扰乱众生。哎，你有学会咯？哦，你笑是有学会咯，随顺众生，哈、哦，是恒顺啊，然后随顺觉性，随顺个性，哈、哦，袂使互对立啦，啊对立咱就产生着害两个人冤家，你敢听？你甲看即摆选举的是毋是大家皆死完？我甲你讲吼，我选举，阮前下来一个甲我选举，伊即摆要当选啦，阮两个选举，阮后壁亲戚五十派到将死啊，20多年啊咧。我顶一届迄个徛台啦，我讲吼，我甲你徛台啦，有姻缘拢卖算，啊，等落后落尾候选人拢要有咧讲话嘛，你后壁的人袂去讲话啊，吼、哦，是啊，我讲吼，我若死吼，拄啊做即个晚吼，唔好，我吼我顶一届四人前去你个徛台徛三日，我甲讲吼，支持我的人化解一切姻缘，我支持，啊，伊要做偌好做偌歹，伊家己因果家己担，我讲安尼对唔，吼、哦。忘记一切的仇恨啊！人苏贞昌的一笑泯恩仇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即卖即个土地，林进东并无过，但是伊即卖财产的估计是800到1000。迄个代表啥？代表伊早期去用啊，袂做甚物生意？无你讲做甚物生意？连胜文挂一粒足有名的手表啊！为头我搞要挂到尾啊！人记者甲问讲：“啊，你人咧骂你官二代啊？啊，你去挂这出来？啊，穿阿玛尼的吼、哦欸，我袂晓讲，我两摆咧穿遐好个阿玛尼的吼、哦。迄一束嘛120000呢，对无？120000呐，一般的上班要一年呢，无唔免食呢，较有呢。啊，着搁唔甘去压着风呢？哼！伊甲穿出来，迄个手表用出来，记者甲问讲：啊，你若挂遮好？”伊讲：“迄我赚的啊！”伊唔知影讲百姓安怎生活啊。所以其实伫八月份啊，我若即边要插迄个赌盘啦吼，我回头赢到尾，我无该骗啊。我连秘书长我甲我台中林佳龙会赢啊。啊，因为民进党有一挂消息好，啊，再来国民党有一挂消息，讲国民党议员的消息报起民调拢会准。拢会准，尤其是这边，你爱记入顶新案的代志啊，啊，记入马英九无所作为的代志，安尼来算个就出来。所以，不管你上这官了哈，反正伊也做差不多6个月尔啦。
我跟你讲吼，我是做白目啊吼，我白目到吼，迄人阿银，即摆在选举，我李长来到遐要叫我，唔通开下，阿伯有你做六个月。迄议员吼，议员国民党诶吼，拢有姓嘛吼，伫高雄市。唔要买落呢？你买落，我会保证你袂回本呢。啊，叫我一定当选诶咧。啊，你国民党诶，你也无通个捞啊。啊，你开一个议员开5000亿。你是去钓大家乐咪？你唔要开哦，我来讲，我保证你做袂一年哦。我是按6个月要你做尔。12月25就职啊，对不对？你甲算嘛，1月到6月都6个月半年嘛，啊半年你都准备啊，差不多准备伊迄金门妈做做啊。我一个偌趣味，我一个人叫我去投票啦，亲情啦吼，伊讲啊，人拼到要死，你免去投，啊投了，恁阁讲安尼阁无准算，安尼敢有公平？我讲吼，你19年的思想吼，迄、那个头壳拄啊歹甲吼，比倒伫遐无法度，比倒伫遐昏迷是三个人拢差不多。19年啊，你认准你错乱了，你颠倒了，你以假为真，认出做老爸啊！这块土地是咱的，中华。是在遮照大个，啊！起码即块土地内面伫遐咧办游戏规则，你怎啊当做真呢？敢是安尼？以前我嘛安尼，吼！戆戆去人茫讲，去人茫选举个，敢是？我甲你讲哦，民进党阁互你达官职拢会做啦，阮啊是袂改变，袂提升台湾伫国际地位，我无改变个啦。啊！民进党要搬遐做偌久？我跟你讲吼，即卖开始在何位啊？落选的人就歪去啊，对吧？啊，这人啊，操守好是还好啦，但是那是一个故啊吼。我即卖在讲就是讲人性、人性啊，人性迄个贪婪，绝对的权力，绝对的权力，绝对的贪。你袂贪，3个月、5个月，一年、2年袂贪吗？你袂贪得游说。你袂堪得你家庭创啥，所以我甲你讲，咱台湾民政府这套福利制度绝对有法度遏制你起贪念。安怎讲？安怎讲？为社会的结构改变，卖有红包人情世事，红包白包卖。你赚的所费18万起跳，2万20万，你就免包红包白包啊，一间厝给你。你咪娶小三得啊嘛，对不对？我甲你讲哦，美国规定娶小三绝对该变形，我无爱骗。小三，我讲小三唔是小二哦，搞清楚哦。你那是红包白包文化，无人情义理的压力，你是不是袂受人的影响？你要下决策，要下这个政策，你袂绝对袂偏嘛。第二项，你吃穿住拢免烦恼，你的囝儿是谁嘛有头路，退休老人年金嘛安稳。啊，你是要个啥？你食偌济？我问你食偌济，对无？啊，这20万总乎你买啦，20万的西装你嘛要穿20年啊，嘛有可能会走落到棺材底啊，啊无你是要贪啥？好、哦，我讲啊，对不对？我这个比如大家拢清楚，我来讲下嘛，哈、哦。就是说，台湾民政府的政府的官员或者议员，你有绝对的福利，你就不能有贪的念头。你若永远有一个想法，为台湾好，为后一代好，你就会有正思维，你就会做健康的工作。安尼。就正如全世界预测 ，Formosa 七块美丽岛屿，伊将来伫遮住的子子孙孙，拢是真富裕。有人甲问讲，啊，咱的钱要对来，有无？恁相信恁嘛拄着哈？其实我甲你讲吼，你都没有烦恼了。这有当时也袂使讲，吼，啊，我是。叫人去咧过啦，
我是叫人去咧讲，我真的，我讲真的，金矿呢，200条呢，伫多你怎知？你敢要听？卖啦！你啊，你也袂使好啊！你是去看看爽尔。啊，迄日头拍过来反光，迄有人伫咧过袂当入去，伫内山。我讲真的，我讲这句话是真的，你把它听进去。这第一点，遐一定爱开采，你拢无迄个注意新闻的，恁啊！三立电视台伫四个月至五个月前有报一个新闻，伊讲迄无偌久就无去啊。伊讲日本人留下的金矿，让国民党去找到了其中的一块，已经挖完了。哦了呀，迄电视跳哦呀，真正三立电视台报啊，跟我们的讯息一模一样。但是哦，迄个唔是我讲迄个啊，我讲迄个来说呢。吼、哦，迄座内山，迄入面爱换迄个换山镇，换山镇，日本人留落来。啊，你甲看吼，为关田到钓鱼台，为这边南沙到南海，这石油偌济？这石油一边拢赢过中东的运输运量啦，钓鱼台遐就赢过中东啊，南海遐嘛赢过中东。啊，安尼咱无好呀。这个不是现在讲讲的，是安怎中美日我们被排除在外了，因为咱讲的无人咧该信。马英九讲保钓运动嘛，吼，那是伊在双伊在做大学生伫美国的时底下咧拉的嘛。美国、日本、中国拢在讲钓鱼台，中国甲越南在讲南海。希拉里伫几年前，2010年，就甲美国警告。头一遍伫美国、伫中国开会，伊就甲讲：，恁爱以国际法来解决国际间的问题啦，包括领土啦、贸易啦。因迄边伫咧讲，互因的保守派听，伊讲美国不要管中国的事。希拉里伫河内。开会就甲讲啊，你得要有实力啊，做你八折的工会，甲人讲，这足清楚啊，就是讲国际纷争的事物以国际法来解决。什么叫国际法？万国公法。什么叫万国公法？美国先来甲万国公法，甲因的国度的法律的位阶别管。万国公法就是日内瓦和平条约。海牙第四公约、红十字和平人权条约、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手册，以及美国、英国等的判例，造成共识，全世界的国度共识，叫做万国公法。大家人遵守共同遵守的公法，无意义，没有意义。这个公法你来遵守，来维持着国际间纷争的事情得以解决，不要引起战乱。所以大家人拢有共识，中国你袂使拗吧，你袂使拗坏个东盟情况嘛，你袂使安尼做嘛。你的就你的，唔是你的就唔是你的。你讲台湾是你的吗？啊，大家坐来讲，你当时管着台湾。1895年，晚清的皇帝无条件永久割让台湾配合日本天皇。挂牛叫做永久 ，forever。你偌久唔知啊？男无情，女无义，吼，美甲无一块好。咱台湾人互骗修个安尼，啊！你即摆要去当个地人，好啊！都卖伊啊，都卖伊啊，吼！啊！你都含慢嘛？你知影咧输鸦片，输个证书也咧含慢，啊！卖也好啦，吼！啊，就卖啊！啊，卖！即摆人就来管你50年，人家来实施民主宪法啦。啊，你是1949年10月7日，何你用共匪啊，用迄个骗波，利用蒋介石甲日本在8年战争的时阵，你拄啊中国赶出来，中华民国赶出来，赶离开你拄啊成立。1949年的10月7日，你甲建国呢？你甲我有啥物关系？对不对？我甲你讲。来验 DNA 嘛，不要紧啦，跟你无关系啦。咱敢有中国的血统无呢？
迄、那个咱元月一号吼，咱逐个人拢爱来宣誓、那個，迄个林玛丽吼，会当来检验。咱拢毋是中国人的血统啦，中华民国，你可能会拄到一般的人受到69年教育，讲啊开罗宣言这个书有无？开罗宣言讲有效一半，讲无效是对台湾来讲，三国的首领坐到遐啉咖啡。何老何说？战争还袂煞哦，1943年嘛，对不？战争还袂煞，按三只坐坐坐咖啡哦，啉咖啡。哎、欸，啊无在台湾来和迄个中国安尼，中华民国安尼，用讲的尔呢？哎、欸，日本也还袂投降，啊，收管是日本的，恁都要用好的，安尼敢无成土匪啊？用好的嘛不要紧哦，但是伊好的内面写安怎？写讲从中华民国的土地。窃占出去的、哦，哎、啊，你敢听、哦？日本占28个所在啊，包括台湾、韩国主导、越南、东北，有无？占28个所在哦，迄是去占的，迄是侵占的，得以归还。但是台湾不是啊，台湾是你不爱地缘的，你敢管你何人的？甲你窃占、甲开罗宣言拢无关系啦。开罗宣言嘛是意向书呢，不构成条约，没有约束的作用。所以中华民国国民党想要讲这套，讲开罗宣言、波茨坦宣言，世界讲出来，无人要甲伊承认，无人要甲伊听。但是几个知，咱自细汉读册就互讲安尼啊。即马，即、这个责任担在咱的身上，咱知影真相了后，要安怎甲人讲即个真相？伊若袂切开，民意就对咱有阻碍。我要甲秘书长讲，吼、哦，要让台湾人切开吼，唯一一个办法，恁想看啥办法无？哈？要不要？哦，要不要？哦，但不是那个什么人，那个哈，还有一个手在去刮，那个官司，那个好啦，不要紧啦。你有想到什么方法无？你有台湾人切开？拢无效，我拢试过啊。伊甲你，你即摆电视吼，24小时甲放送，伊不爱甲你听。报纸顶出来，伊要甲伊看。你摕文宣互伊，伊讲，听你这，对无？伊讲你拍赢啦，对不对？就是大家拢有拄着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咱会当个安怎？王善拍唔知呢？我会当安尼应尔呢？我拢甲讲一句话啦。你要切开吼，你要为昏迷只是啥吼？要你精神开，有一个方法啦。哈，无效，迄种无效，迄种无效。这个方法哦，是形容你的现金啦，40万剩一块，你就解开啦。哎，对不对？啊，无你有较好的方法吧？我明仔载吼，明仔载呐，执政呐吼，通领所有银行新台币的存款40万变成一块正台币。因甲通知所有的寄户，存寄存咯，迄袂抗议，绝对是。我讲半暝半迄门都通跳来，咱所有50群的群友，门绝对互牵鸡卵、牵石头、牵到歹，我无爱骗。会袂会嘛？啊，即阵切开袂赴啊，敢是？所以其实必须得有用心、用苦，就是讲要互反切台湾人一法律甲你讲二。跟你讲，你你若无入来，跟你讲你的缺失啊，你的欠少的这个物件，嘛是袂清。用讲的，伊拢讲用讲的，哎，用讲的，伊即摆人啊，看他在看。现在大概有50%的人接受台湾民政府观念的人，已经
青差不多1.1%，昏迷只是剩五啦。我跟你讲真的，我有去调查啦，写了剩五呢，伊在看，他在观望哦。哎，你台湾民政府这个牌还袂跳来哦？我讲你敢唔讲国民党还袂走路嘞？伊即摆在看，哎，佮真的呢，哎。啊！开始用台民政府开始爱袂用掠安尼，有无？啊，你爱袂用掠哦。哦，啊，佫来，即、這个红牌车牌啊，佫竟然会用赛赛者了，哦。我也注意报告吼、哦，红牌你做你佮挂啦。中华民国较高级的警政官员，拢讲迄阮无甚问题，迄拢过，哎、啊，拢接到公文，下骹遐基层可以的。考三个，伊看你使安排，伊足搞笑啊！伊讲你有通使，恁爸也无通使。我听到一个讲，啊，我到这时听讲安排，迄、那个军事政委我也毋捌看到，我该查来看卖啊。我白目个，我伫南投查一遍啊。水利，伊讲要查来看卖啊，我话你要看安怎？啊，你是也毋知啊？啊，你是连日要无头路啊，你都毋知影、啊？我讲你较细意个，啊！你若要甲翕，伊就惊啦。咱个迄个较早迄个妇女会会长，顶礼拜伫迄个高速公路到新竹，要来台南有无？到台南拄着高速公路拄着一个，啊，拄着一个，伊甲讲，你等下问恁顶司，你若会使开，你甲开；袂使开，你也家己落。啊，伊即摆要揢家己买八百啊，买八百吼，伊要甲翕相。好啦好啦，卖啦卖啦卖，卖翕卖翕。你若要挂，你爱有这个变巧啦，无即卖下骹的人做白目啊！哦，啊，其实报纸要来糟蹋，无影啦，无影啦，足少的啦。啊，你着来，你着好咧，你甲讲哦，好啦，我尊重你，即卖要有地理权啦，后手阁无偌久啦，嘿，啊，尊重你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若会当过，我若会当过，啊，你要开嘛，做你开啦。咱的迄个周班长，你毋捌听报告吼、哦？咱有举手吼，赛火车，啊，迄日台北市吼、哦。白目啦，军秀吼，军秀呢，小县长，警察来了啊，讲安怎，啊你莫停红线，我袂使哦，我民警我要执证啊咧。你刺激到警察，你听无？伊好不容易靠有够久啊，靠到警察，竟然让一个百姓迄个枪声，伊一定见小灯上去啊，伊都见小撮大概拖灯，啊恁在迄个个案抢夺人民财产啊。持枪，啊，各持枪，啊，即摆过啊，啊，着去开庭啊，开一遍啊，开一遍，迄个树林地检署检察官讲，你敢会使卖各持枪？你敢袂使改做渎职、渎职啊？啊，伊甲讲，迄个讲袂使，阮来问阮顶头。啊，第二件较趣味，第二件是隔工伫台北地检署，前一件是树林地检署。隔工是台北地检署，地检署迄个甲讲，这个人较搞啦，伊甲讲，中华民国是流亡的政府，没有权管理美国军事政府的台湾民政府的公民。安尼，迄个检察官甲讲，你听到你会感觉讲这检察官有学问啦，伊讲吼，无唔对。中华民国流亡的政府，伊的执行公权力无法度管着美国军事政府、台湾民政府的公民，伊讲无唔对。啊，检察官都要站出来外口演讲，因为因为政府的官员拢唔知影咧。我甲你讲吼，其实真侪人拢知影。我们以法理哈，法理改变台湾了。我很多爱讲的遐法理哈。为咱台湾的守管的历史、守管的关系去刻掉了，要怎来改变台湾？啊，就是靠咱。宪法时的制度，迄部宪法，伫南京制定的南京宪法，不至于台湾，永远不适合台湾的实施了。嘿，啊，所以跟咱无关系。你伫迄个宪法下面，咱要安怎改革台湾？无多。要改革台湾，除了法律以外，除了咱的所有法律政策以外，配套措施，包括咱即摆定的12个基本法，拢爱彻底实施。那安尼台湾的毋茫为咱遮开始。
所以伫恁今仔伫职前训练了后，迄本台新台论吼，加减看，用心去看，你够有法度、有能力去共论述讲是安怎咱台湾民政府甲国民党、甲民进党的区隔里底，是安怎民进党袂使制定界限建国，迄、那个就差伫领土权，记好清楚，领土的主权，民进党。甲国民党咧选举，迄叫做主民主权，主民伫遮大个人有权去投票，投票选出伊爱的政府，选出伊爱的即个啊民意代表。但是，即块领土主权无法度用选举，无法度用主民主权来决定，一定爱护日本天皇，同意咱才会使做第二步的工作。加拿大一个魁北克省。魁北克省伊要独立，伊是为加拿大独立出来，对不对？英国最近伊在投票要独立，是为英国独立出来，来，咱要为独立出来。民进党的朋友啦，独立的朋友，你拢会使用来甲问、甲质问，来请问台湾要为着独立，看伊要哪个应？为中华民国吗？中华民国，伊是无死啦，伊是昏去啦。我跟你讲，伊即卖是要借尸还魂啦，要就地合法，即卖要咧努力中哦。伊要个吼，伊要个透过国民党因顶管的迄落在乌西国务院哦，要个咧乌西哦，因了要就地合法吼，伊是死无去啦，啊昏，但是伊昏是比死较久啦。啊你，你民进党咧，你讲你要制宪建功嘛？你敢问讲阿扁啊，哪无法度？阿扁啊，迄个权力是做总统啊哦，敢毋是？伊是安那无法度，你咧惊啥？你唔敢啥？你一法官一堆，阿扁也尾也清楚，可惜真歹咧关。伊尾也较清楚啊，2009年较清楚，落去嘛，互关也较清楚啦，互关头壳就醒起啊。伊想讲我做总统该用关，做总统该用关。咪陈晓上面人讲，大家拢有做总统机会，做总统会做个样乖，哎嘛不简单呢，哎、欸。我要甲寄一本，叫一个朋友要甲寄一本金光经济要看。我讲林义雄哦，林义雄哦，因老母甲两个双生用台戏时，看金光经超话嘞，无会起笑。你咪用亲自甲讲诶，我想阿扁啊，你卖去摇把叉，你好你也乖啦。怪到一干面，政府直接放你出来了。我真正，咱就放你出来。伊嘛有小可功劳啦，但是伊实在唔知。你一定会知，你一定会知影，即块台湾的土地，还佮美国军事占了中。2004年就讲啊，但是陈水扁唔知，李秀莲也唔知，一个读台大，一个读哈佛的，啊，我来讲，其实。台湾的法律无读到了，台湾的法律无读到，这你去当着看恁的亲戚、新娘法律嘞，你敢问看有读到旧金山的民条约无？保证无？连台湾关系法，伫等到了后，荷兰的嘛无原文的呀、啊，美国人说了算呢、啊，旧金山还袂死啊？台湾关系法是一个翻译，甲美国甲旧金山讲第几条？第几条是安怎？15条想清楚，跟咱上有关系。伊讲台湾的治理当局，伊不管是甚物毁了后，后边后继者是谁？安尼，就是讲你有登记台湾在案呢？诶，政党也是团体，拢会使变成后继者。台湾地理当局啦，咱即摆换一句话讲，就即摆国民党去执政，安尼就对啦。迄个叫做地理当局，中华民国已经确定。即世纪无去啊！啊，地理当局依照国民党的游戏规则，你也难免用选举方式。啊，选举方式一定是用买票、用乌道、用恐吓，你选袂赢。你若选会赢，你立法伊举手也举袂赢。台湾人有一半迷失、沉溺于选举中的赚钱游戏，或者是权力的游戏，有一半。一半是包括候选人甲条仔卡，
有人职业的专门在赚这個。我来讲连前选举边，阮社对面一个国民党的诶，吴基尚，国民党长期的，伊拢公开，伊都赚800,000。阿扁也开始选那边，连前出来选，阿扁也出来选，阮迄个拢民进党的，爱钱发袂，钱发落票不袂出来，啊，不如卖发。伊的配额都80,000，八十万，因为迄边连前开足济哦。你听李定辉讲，有在讲讲开几百亿个哦，200亿个而已。哦，安尼我安尼100亿去用拗的，包括这个80亿个，我是安怎个会知呢？我社对面嘛，伊讲，哦，啊，这拢民进党个吼，啊，长期恁遮拍拼吼，啊，国民党拢无票啦吼，啊，我都赚一台车，伊都去买一台80万的车啦，哎，都一只去买一，啊，才知影讲会赚80万。所以国民党伊若要用选举的手腕吼，伊永远会当通敌。你茫看即卖地方诸侯赢啦，中央伊个啊。立法院伊个啊，阿扁啊做总统的时，立法院有无？牙手牙脚来斗你，也袂过。所以迄个法律啊，中华民国无论甚物款制定的法律，拢总无法度改变的时阵，台湾人就无法度改变咱的命运。迄个游戏规则无符合规则，无符合民意。你要怎麼算？我還有說過啊，你還讓你為中央到地方到立法院攏總用這個體制裡面選舉，也對台灣要提升國際地位沒幫助。第一點，咱沒成立台灣是一個國家，台灣是一個地理名詞，敢不是？有一邊高雄市一個議員問當局市議會，問說請問市長，台湾是国家，还是甚物货，还是地理名词安尼啦？啊，叫我差不多想两分钟啊。伊讲吼，啊，叫我是独立的啦，哈。台湾是一个地号名安尼啦。伊讲台湾是一个地号名，所以后壁佫补一句话，伊讲嘛是一个国家啦。你听到我的分别，你听无？啊？哦，伊真爱咧用啊，迄农业大屋咧真爱咧用啊。啊，你听咧看会分哩未？所以，民进党进入国民党的游戏规则里面，已经满足了权力欲望。我插到投入到民进党，哦，我足欢喜呢。我是讲，哦，啊，这无闲来甲遐民进党的战友吼。我们叫起来喎，吼、哦！我话单纯的呢，新台湾买十几本呢，我买十几本去送伊呢，我用啊洗面。我是讲我是做乌呢啊，你洗啊呢？买啊吼，我甲伊辩论啦，我袂使认输啦。我是讲哦，因为我发觉这是对的，这个是真理，我袂认输啦。我拢甲讲一句话啦，我来你甲讲。无你台湾要甲台湾带向对，第一点要带向对。你要制宪建国，你要依据什么法令来制宪建国？第三，国际间就该承认呗。第四项，你所依据的台湾管理法，迄内面是咧讲啥？我拢甲讲安尼尔，无一个敢应我啦。包括区议员戴进了，迄、那个周启宏、庄嘉斌、陈菊、黄志凯、陈其迈，无一个敢甲应。我讲咱较早拢是战友，咱要独立建国，啊，咱独立是对啊。起码啊，你甲阿扁啊，足好啊。啊，阿扁啊，较无要宣布是宣布独立，较着地甲要破，甲咧宣布讲是不没有。你甲着安尼要创啥？啊，是对。啊，民进党你要核心呢，你毋着去检讨、去研究，看迄个法官是对。我甲讲，台湾民政府伟大发言，甲你讲，啊，你阁毋爱去参加？柯天才来遮，伊讲，阮拢认同你啊，但是阮即摆还袂使。阮会入来啦，伊讲会入来啦。我讲你入来上班啊啦，但是你有来讲课啦，必须长可能给你加五分啦。啊，你若无要来，无已经加。我讲民进党吼，民进党已经向迄边的人在讲啊，啊，恁无本你袂使。
所以秘书长是要担心吼，啊，咱这的人变啊，甲民进党的人竞争，因是有行政经验呢，虽然有贪污啦，但是咧办公嘛有板有眼，要主持会议，要演讲，那么一流的，咱变啊甲人比，对不对？我甲秘书长建议啊，好的亏咱先吃命，歹亏好伊。啊无吼，无你叫伊来读册，读册考试啊考试，考试都要出路作难啊。吼，啊出路伊安尼，咱即摆是两点钟两百题嘛，对不对？啊无你用两点钟给伊四百题。干免甲恁报一下，干免。恁即摆出钱出力呢，搁挑时间呢，搁请假呢，得搁靠迄个有做年终奖金呢。因伫遐咧领吃香喝辣呢，一个要执政啊，就要拼我来。哦，大细汉无迄个差遮济啦，对不对？无公平啦，敢毋是？咱四兄弟吼，做哩安秘书长吼，有邓英啊挂保证。但是咱要遵守规则，叫你来你就来。一方面，伊要看讲，若要执政啊，你要有滴个无？我有影啊，必须讲个啊。伊即摆就要求阮秘书吼，甲副州长、副秘书讲你一个人过五关的人，拢爱认五十个，每天两天一次去嘘寒问暖，看伊要集号来会来袂啊？啊欠啥货？爱服务啥？是安尼，因为你已经到位了哦，你注意听哦。恁即摆呐，这边恁也是第五关职前训练了，对不对？恁是后个月就爱中央专训，中央专训就是就你偏入的职务，你也是来个各厅处，你的职务用网络去找资料做作业。你也是议员，你要那心有神，要安怎袂甲州长？同流合污，但是卖啦！我若讲要开一条路，你也是爱举手我开啦。我袂贪污啊，我是要让百姓行啊，让这个路较直啊，对吧？我的意思是讲，你若是安尼来了后，就到位啊！你注意听哦，到位了，你的职务到位了之后，去印入去直接就走美国啊，袂去变啊。除了你想变，但是变的理由要有充分。这个时阵有可能，我们二月份最有最新的消息。二月份啊，二月份，咱甲美国直接谈判之后，迄个时阵要讲的就知影当时啊。所以恁爱准备电话卖关啊，啊无赖内面爱自己看一遍，万别叫你今仔报道，你明仔才去来，你迄个正的为了变富的啊，对不？差一个职务加级呢。咱囡仔食牛奶，阮都有啊。无啦，大家拢做好过啦，吼，大家做好过，吼。安尼了解清楚无？但是最后吼，最后秘书长希望是，咱所有的人拢可以当介绍一个，所有执政的人都卖红本意啦，伊是安尼讲啦。因为因的心态，因的心理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。第一点，我们是素人。第二点，我们没有经过污染。第三点，我们没有人情包袱。因为这关这久啊，吼，心情无同。你注意甲看吼，即卖即个管事长这久，你甲出来讲话有遐无同？议员做了也无同，因为每市长啊、每官各局处官员、每管事啊，较百姓都是点么，意味都无同。啊，若要选举，就去变啦。要选举搞这个低声下气，吼、哦、啊拜托啊！啊，你若要拜托的，你要提前来讲，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，这是长期的文化吼、哦。啊，咱要给他拍破，就是靠台湾民政府安尼尔。安尼大家有清楚无？法律，法律该做台湾，法律救台湾，法律是啥？就是新台湾论这套论述，日俗美战，大家清楚。日俗美战，这个吼，这个要做清楚。了后，咱是要跟日本的皇民后裔健康，好不好？好不顺，该讲个出健康哈。
我一讲啊，用恁这个反民后裔啊，因的心态本来就是安尼认定啊，所以伊这个话出来对咱这宣传有一些好处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你有问题无？无，大家人拢清楚啊，有闲吼、哦，新台论加减看啦，好无？恁内面做些资料，咱过去毋捌吸收的，咱即摆去看吼、哦，无事读法律系咧看，读法律系伊无吸收到遮个专业，伊无一定捌。我昨日摕一本许有一个台北大学法律系的，伫法律上班，伊讲因老师台北大学的老师，法律系的老师有教到，有提到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。但是没有内容，伊讲台湾的地位有小我讲到，因为毕竟法律系学生爱好清楚，迄、那个要有良心啦。吼、哦，大概今仔甲大家分享的，就是台湾目前的局势，甲法律要救台湾，甲咱后壁要做的工课。除了咱的心态改变以外，咱唔好有借势借端。咱唔好有想要为所欲为的心态以外，咱就是认真听中央的指令，安尼咱就安稳过日，咱的子儿嘛会当安稳平安过日，安尼无？讲个提早，好，台湾总啊，几分钟要讲啥？就大家，咱早一去执政嘛，对不起，哈、哦。那个谈多啊，我看到张惠德是人下批来，啊，有讲当时要执政安尼啦。我讲若美国下来，我较相信啦。但是有哦，所有的拢总在讲啊，哈、哦。那个一个大环境要变化哈、哦，人知什么都会知道，哈、哦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讲了真清彩吼，大家拢安尼笑眯眯，拢无人伫困。来，我们。